睇嚟咧，我用呢个贤者之剑咧，仆街啦！咁都可以 high 到你招嘅，终极万灵药啦，唔该。星地爆六机 Final Fantasy Special， 攞好啦，我哋咧就漏夜咧嚟到拍呢条片啊，拍呢一集啊。本当に大丈夫か？工作天就真系漏夜，これくらい問題ねって。同埋我拍呢条片嘅时间就真系凌晨时分拍嘅。好啦，我哋掉头啦。喂，掉头，掉头，喂，掉头喂。喂 ，OK， 好啦。咁咧，我哋咧就准备起飞啦。咁而家咧呢一集咧，我哋咧就去做呢一个任务。我咧就唔系话做咩任务嘅，因为我哋要做咧就系咧要去打120咧嘅嗰只尸骸，系啦，咁多细无上啲武器啊！我哋未攞啊，我哋要攞埋佢啊！而家我打算攞埋佢而家。好，咁啊，差唔多咧，我哋起飞啦。咁啊，起飞嘅时候咧，我哋吹一吹水啦。咁我应该上集讲过咧，有单嘢就系话咧，有朋友啊，同我讲啊，话我点解成日唔出片啊？话呢几日成日冇出片啊，冇见我拍片摆上 YouTube 啊，拍打机片摆上 YouTube 啊，系掠 Q 咗添。系啦，就系有个朋友咧就投诉我啊，点解唔拍片摆上 YouTube 啊？冇出片啊！嗱，即系喺度咧，我再三讲多次啦。即系如果你想知道咧，我呢几日拍咗咩片，想知道我呢几日有冇拍到片嘅话咧，就唔该你揿 subscribe 同埋隔篱嗰个钟仔掣，你就会知道噶啦，你就会知道我到底有冇出片噶。即系。跟住仲要佢自己冇睇我啲嘢在先，你仲要喺度赖人喎，真系，仲要喺度赖人喎，真系呢位朋友咧好唔晓得啊！即系点解系要系揿呢个嘅 subscribe 同埋钟仔掣，或者唔需要揿啦？咁我主要想讲嘅就系咧，可能会有错嘅，会有啲。错误喺度嘅，咁就系啊，基本上啊，而家嗰啲 YouTube 咧，我以前拍片咧，我拍片拍上 YouTube 咧，基本上咧，我唔需要人哋 subscribe 我啲嘢，佢都可以照睇到我啲嘢，照可以睇到我啲片，可以抄到嘅。咁但系而家咧，冇揿 subscribe 嗰啲人系唔会抄到我啲片嘅，基本上系唔会抄到我啲片嘅，即系。根据翻外来得嚟消息，就系咧，我拍嗰啲片咧，即系只要如果人哋系冇 subscribe 到嘅话咧，我 YouTube channel 冇 subscribe 到嘅话，系唔会揾到我啲片嘅，唔会有人揾到我啲片嘅，真系。即系如果要揾到我啲片，就一定要 subscribe 我先咯，又或者系，除非你话你系要特登揿升到爆机，或者系尖咗啲 Tommy Q 呢条粉皮啦。咁當然我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 share 嘅咁樣，咁你要揾到先算啦，真係會有人肯搜先算啦咁樣嘢。可能會有錯嘅，咁如果有錯嘅話，麻煩各位觀眾幫忙更正啊。好啦，咁我哋差唔多咧到達要降落個位置啦。點解我成日要開住個電台撳咧？因為咧。佢自己本身冇非常指示嘅话咧，好容易濑嘢。唔好话咩非常指示咧，即系只要讲紧就系话咧，喂，咁样，喂，我哋准备降落啦，好，咁我哋咧就大约就喺呢条降落。降落，嗱，唔好撞灯柱啊！
撞灯柱死又系。好，好啦，咁啊，水咧就吹到呢度先啦。咁我哋咧就差唔多到达目的地啦。嗱，呢个时候你唔好同我讲天光啊，我打人呀，我打人呀，唔系讲笑啊，我真系打人呀。而家就系23工作天，咁即系嗰次啦，系咪先？嗰次嘅，嗰次嘅。咦？咁我哋使唔使喺度租咗个马首是胆先？我哋可能要租咗个马首是胆先，因为咧。嗰、那个因为而家租完啊嘛，ノクト、クローズネスト行かない？因为租完啊嘛，体にも悪いし。咁我哋就租三日先啦。そうね。租三日先啦，为预防万一。好。咁我哋租三日嘅马首是胆啦，手动。行くぞ。よし。好，我哋继续起程啦。就是大家嘥咗呢五分钟嘅，都系听我吹水。咁如果大家咧，你唔想听我吹水嘅话咧，太迟啦，太迟啦！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听紧我喺度吹水一直啫，即系呢条片出嘅时候，可能大家都会听到吹水啦咁样。可能我讲嘅时候，我真系太迟啦，话俾大家知嘅时候。大约咧，而家就6:30啦，叫做。可能我会打啲嘅指示嘅，即系可能，譬如就系大家，如果大家唔想听我Tommy Q 呢条粉皮吹水嘅话咧，就揿到去6:50左右啦，叫6:50左右啦。总言之，哇扑街嚟揿错掣。挂住讲嘢，即系你吹错，你吹咗鸡随时屎出嚟啊嘛！你吹错咗随时屎鞋弹出嚟啊嘛，系咪先？好，咁个纸哎，陆行你唔收入去，陆行了唔收入去。其实有啲戇鸠嘅，有啲戇鸠嘅其实。行几步就到啦嘛，呢位马首是胆唔得入去啊嘛，死啊！我系做咩？军人啊，呀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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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咩翻嚟 V 多嘅？系啦，嗰度就系嗰度啦，帮我清埋集咗先，好。暂时当你透明啊！首先嚟一只，整个炎者尖你睇下先。首先，去，哎呀，哇！冚家产全部原来，冚家产，放朝西，系。扑街啦！我照顾唔到其他人啦，而家。喂，我而家照顾唔到其他人。油断した。すまない。我照顾唔到其他人。我照顾唔到其他人啊！对，唔使添。个单系啫。咦？见系咁，阿 Kuradion 一定要用万灵药，因为我就算救佢咧，佢都快俾人做瓜。佢好快俾人做瓜啊！炸雕，呢个系先要用，如果唔系好快俾人做瓜。不过十保唔保满都好，都俾人做瓜噶，死啊！去，喂，你死唔到，去，我知道你有，我知道你后仗噶你，知道你后仗噶你，你死啊！呀死啊！扑街冚家铲，扑街冚家铲。喂，中文嚟嘅，中年难约。用啲都冇所谓，扑你个冚家铲你，炎者之炎，
想出米粒啊，唔使知啊，系你射唔到我，你出米粒射唔到我，边个话？唔系出到，唔系出唔出到，唔系出唔出到问题，系你射唔到我，系你支米粒射唔到我，扑街啊！又冚家铲，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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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りがとう。喂。悪いな。喂，而家基本上冚冚家都要我照顾咁样。依家先有挂拖，快啲喂！受死啊！仆街，依家先有挂埋。Nice Gladio， 高级慢药。风筒，跟住凤凰尾巴，依家先好。哇！咁快又要重新陣營嘅，真係你老尾啊！哇！喂，班友，喂，班友靈回避咗喂，靈回避咗喂，喂，俾人聽啦喂，又冚家產，哭你嘅街真係冚家產啦，已經又冚家產啦。依家系私有仆街唔家产，屌！要用高级文就要补晒全队人血先啊！风头，喂，唔使知话依家先，呢招劲啲喂，好似。除非 Cradion 佢。佢三野之内佢可以扣到大量啊！我避到，但其他友仔好似照顾唔到自己喎。我而家系照顾到第一只怪，我系照顾到自己，但系照顾唔到其他人喎。而家，睇下古一样佢嘅招可以扣几多先，因为我睇唔清楚。死啊！三贴内扣几多？咦，好低喎！睇嚟咧，我用呢个炎者之焰咧，仆街啦！咁都可以 high 到你的招嘅，终极万灵药唔该，咁都可以 high 到嘅，我冇嘢讲咯。哇 ，Pronto 又挂埋。好啦，咁而家我哋等个 Pronto。嗱 ，level 上面咧 ，level 嚟讲咧，呢、這个纳古唔知乜差系纳古异化啦，纳古异化啦，系低过嗰只嘅极恶凶恶巨兽之王嘅。咁但系咧，似乎我打呢、這个呢、這个纳古异化咧，打一只纳古异化咧。似乎啊，系钉盖嘅次数会多啲咯，嗱，叫做死啊！首先用炎者之焰，系先死啊！知啊，跟住再用呢、這个。终极万灵药，终极万灵药，伊格里斯，了解。去，终极，别，别踢，别踢，依然都别踢拎住而家。去，喂，我都话啦，我照顾唔到其他人而家。先嚼佢先，死啦！喂，铁闸顶捻住咗，我屌啊！铁闸顶住咗，虽然叫打快，但我哋都射得快，道具都杀得快，你先，
嘿，喂，拖爆战神，拖爆，拖爆佢个战神，拖翻佢个战神先，要拖翻佢个战神先，因为我费事咧赶到出战场，我赶到出战场之后咧，咦唔系，啱啱蠢咗，其实我系可以即刻拖佢出，正路啲嘢，正路嚟讲，我哋应该赶出战场，拉佢出战场啊。咦唔系喎，如果佢拉咗出战场嘅话，咁咪攞唔转成咯。除非已经满晒爆晒咧，冇就冇位啫。Better link。好啦，跟住咧，我哋用呢个万灵药，补佢两桶血。喂喂，系得我避到佢攻击，喂！呢招又避唔到，搞错啊！搞错啊！又挡唔到佢攻击。喂，佢出埋粒，死啊！唔使添。哇！爆炮啊！死啊！死啊！好先，哎呀！まだまだ働け。すまない。仆街啊！佢仲死咗。グラディオ。佢仲死硬咗。出完真剑先。啊！炸死！炸死你老母！扑街！出米粒！即刻用防御巴先。其实系咪应该等佢出完米粒先去用防御巴咧？喂，太早用会唔会？会唔会太早用？万年药，喂，依家用唔到万年药。走！火炮！欸、喂，冚家铲喎，下下都，哇，哎呀，我哋要终极，唔得，高级文药先，点个？大把呢、這个大把揾，唔得添，死佢！不过咧，我冇似麦卡，好似麦卡咁啊！即系咧，啲屎鞋咧，一到朝头早成身俾火，一直煮着火状态咧，咦，好似着火状态紧喎，唔系，同呢个无关喎。喂，我用唔到 bad tech eye，link 咗 ，bad link， 好，贤者先。都算系呢个唔系打得太过，唔系打得太过辛苦。喂，即刻同先，好。哇，反剑！喂，佢晕低咗就梗系趁呢个机会出玩剑啦，系咪先？佢晕低咗，即刻用玩剑喂。差唔多。连结爆裂之王，死啊！扑街啊！终极万灵药，喂！但系佢用连结爆裂之王咧，非无敌噶、哦，佢唔系无敌霸、哦，大佬，受死啊！知啦，去 ，OK。哇！用呢个玩连结，佢唔系无敌嘅喂，最惨系。不过其实咧，我哋系咪应该等佢嗰只嗰个嘅变身 DLC 出咗先去打呢只怪咧？不过算啦，
都算啦，未必你太需要咁做啦，因为佢作死啦。哇！哎呀，掟唔切啦，已经掟唔切啦，已经食咗佢嗰招米粒啦，已经。不过唔紧要。贤者添，哇！扑街，唔够距离，出招唔够距离。嘿，光头挂咗，光头挂咗。慢嚟嘅，跟住我想知追击枪咧系要入去先攞到啊！你玩完啦，贤者之剑，受死啊！轰啊！跟住慢嚟嘅，望普通杯，哇米粒！执生啊！冚家铲，八万条先。好，知噶？咦，魔法知噶？嘿，哇！哇，呢个好多伤者喂。Thank you.好，招架唔到。Eglis， 追，系招架唔见嘅话，米粒又嚟粒，扑街呢招冚家铲嚟噶。呢招好容易冚家铲。高级万力药 ，Cradion。好。大丈夫か？即系都救唔切佢已经。快啲用呢个凤凰尾巴，整我哋先。诺克，你睇拎。終わり。じゃな。真系。我咁多废话，就死我！死啊！出米粒嘅时候，同一时间用贤者之剑，又用浮炮，你老味啊！老味用浮炮，去，给他拎，好，给他，给他，去，你拎过来。贤者之剑，追击！啊！死咗啦，咁快，咁快，死咗咁快，未出到就已经俾人围死咗，已经啊，真系。好啦，咁我哋咧就跟手咧，我哋入埋去啦。好啦，我哋终于攞到呢支我哋基本上系未必会用到嘅地狱三头犬啦，即系喺呢只 game 我哋未必会用到。呢只 game 入边，因为咧敌人咧主要攻击嘅都系主角嘛，咁所以基本上话第三头犬都未必开，都未必用。一只掟死先啦。睇住啊，系。我点样劈佢，佢都唔会，佢都唔会死嘅。其实呢个又系发现有筆啊，呢个筆咧真一定要改改先。不过呢个咁大咧，都未必可以。阿马首是胆咧，就已经喺出面等紧我哋。唔理你啊！
佢哋而家车咁近，我哋直接飞翻翻去算。将蠢动嘅骨头交俾南道夫。咁咧，我哋咧就去呢个雷斯塔伦啦。好。哎，相変わらず暑いな、ここは。脱いだらどうだ。お前と一緒に住んな。見られて恥ずかしいってか。貧弱だからな。ちげえし、腹筋割れてるしな。おお、そうか。好啦，咁我哋翻翻嚟雷斯塔伦啦。咁我哋咧就将呢个骨头咧交俾呢个蓝道夫啊。交俾蓝道夫。咁啊，呢度嗰啲嘅收入任务咧，基本上系做晒啊，已经做晒所有嘅任务啦。好啦，咁而家我哋咧，再加埋刘夫，打嗰个试下已经打到咧，消耗嘅脑部嘅能量已经用晒，叫做。持っていくといい。これで伝説は最後となる。最后传说。私のすべてを。雷大雷马刀仔。おい、言っとくけど、死ぬなよ。ん？まあ、死んでなるものか。終わりを見届けてからだ。反対を。これでわしとお主の伝説は幕を閉じた。ああ、分かったけど、死ぬなよ。ああ、心配はいらん。下一个勇者。次の勇者をここで待つ。下一个勇者系咪喺跟住嚟紧再有嘅版本嗰度咧？系自错角色咧？即系应该系跟住再之后嘅。的后转故事呢就是有自创角色可能 会再遇上这个蓝道夫都未定可能啊不过呢可能会是伝説の鍛冶屋ごっこっぽかったいや武器は確かに伝説的ではあるが付き合ってやったってことでいいんじゃねえかあそれっぽい気分になったわ好那我们看看呢一把刀把刀仔叫做是小刀入面最强啦。为了能够这个毫发无伤打到敌人的武术大师设计短剑未负伤时攻击大幅提升这样都可以。那这把刀就当然是给这个伊格尼斯用的啦是不是好啦，咁啊拍嘅时间咧就已经系就系40分钟啦。咁啊，因为咧事关我哋咧就要打嗰只嘅怪啦，要打嗰只120呢嘅尸骸啦，同埋入去抄地狱三头犬啦。好，咁我哋咧就完咗呢一集佢啦。咁呢条片中意就 like， 唔中意 dislike， 咁有咩想讲不妨留低个 comment。今集圣地爆录机 Final Fantasy 士啤酥就嚟到呢度啦。咁下集咧，我哋咧就做呢个定期间下定嘅任务啊。